喂，点啊，队长？喂 ，Joey 哥，次次约亲打波都唔见人，系咪真系咁忙啊？唉，最近连瞓嘅时间都冇啊，仲话打波。咁下星期五晚得唔得先？我哋约齐晒人争你啫。我再睇下点先啦，我再复你啦。是求是对吧，不可忘掉那那，不该与难题退下，还未是你莫惊怕，豁出去吧。要知道成功必先要代价，我长大的我并不知晓，往事伤透了，什么最重要？放下自我，才知多少。我长大了，童年纯真美被抹掉，流出了经历的挫折都不算少，然而有你教诲我，真的成就了。然而有你教诲我，真的成熟了。不可夜归家，要实事求是对吧，不可忘掉那那，不该与难题退下，还未是你莫惊怕，豁出去吧。要知道成功必先要代价，我长大了，童年的我并不知晓，往事伤透了，什么最重要？放下自我，才知多少。我长大了，童年纯真未被抹掉，流出了经历的挫折都不算少，然而有你教诲我，真的成就了。神有你带领我，终于成熟。